李佑，你这台笔电不是坏了吗？你要拿去干嘛？我要去干大事。知道除了废电池外，这些都能拿到超商回收换购物金吗？0.5公斤的废光碟可以折抵5元，一只废手机可折抵12元，一台废笔电可折抵120元。其他还有像是废行动电源、手机座充、铝充、废平板也都能回收哦。而我这次一共可以折抵137元，直接去大采购一场。80+40，120加。挑好商品回到柜台，只要签名确认没问题，就可以把零食通通带回家啦。你又吃生煎包？我这次还有4个大布丁、1瓶多多跟3颗茶叶蛋。大家家里如果有坏掉的3C产品，也可以去换换看哦。